一德上面是可以啦，可以了，但是尽量不要这样子会激怒对手，会激怒。这也是一个推广的运动哦。自己会不会有目标定在想要打 K1？ 有。你会期待登上 K1 那个舞台吗？有希望，可是我也希望爸爸能看到这样。哇，那爸爸，爸爸在加护病房。哇，现在爸爸在加护病房，所以你自己现在心情是会受到影响？还好，因为爸爸这个时候很需要人家鼓励啊。那我们如果了，爸爸有机会看到电视的话，你想不想对爸爸先说一些话？来，我们。爸爸说：“加油！”真的想说什么，你跟他讲，爸爸会想听到。爸，祝你赶快好起来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讲不出来，因为你应该给爸爸鼓励一下，你希望他可以看到你在 K1。我希望你能赶快好起来，看看我之前的表现，还有现在的努力。爸爸加油！加油！看，感觉出来就是父子间那个联系啊，因为爸爸之前鼓励过你。那爸爸现在在加护病房，你也希望。他可以不要放弃，他一直坚持跟你一起努力，对不对？而且小五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他意志力也很强，像他平常练习啊，都被打到头晕啊、耳鸣啊，他也是就是不放弃，站起来继续打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鼓励。打到耳鸣呢？嗯，常会发生这种事现象吗？最几年的，就是被攻击到哪里会耳鸣？就下巴以上，就接近耳朵这边。鬼鬼已经哭了，是不是？大牙也哭了。你很感动吗？嗯，为什么感动？就是听到是关于就是爸爸在加护病房，然后叫爸爸加油，就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。嗯，这个也每个人都有这个生老病死啊，或者有过程，那你一起坚持，那个力量有时候超乎你的想象。今天我们想要看你们现场表演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加油！加油！教练跟他对打吗？是啊，不要打到人家耳鸣或什么的。教练比较可怜，教练比较容易受伤。好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武术对打，来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师妹。教练还手了，教练还手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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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拿家伙了。爆发力，你踢的那个很痛的感觉呢，真的。他的踢技非常的厉害，就对啊，他那个力量好大哎。他曾经在比赛会场的时候，在三打王的时候把人家踢到那个读秒，就是 KO， 躺在地上读秒，那是比较少见到的，用踢来讲吗？也不算啊，只是说那时候他的对手大他10岁。哇！
时候16岁了。那等于16岁打成年人这样子。16，没有，那时候15岁，他15岁跟一个24岁打。强是强在这地方哦。怕阿姐，怕尬。打叔叔啊！叔叔在地上独苗啊，那个场面啊，我好想看那一幕啊。那我那个我可以偷偷烧给你，就是踢到独苗。不过他刚刚这个表现真的不错，你未来啊有没有期许自己是什么样一个目标？成为三大王吗？全台湾的三大王。对，因为我希望啊，我自己目标了，看你不要仅仅在台湾地区，因为内地啊很多高手等着你挑战，内地有三大比赛在电视上哦，有机会往大中华地区，好不好？代表台湾精神出去打拼一下。好不好？再次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！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今天又介绍到很多不一样的，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电视机前面，如果你的同学是风云人物的话，我因为本身风云人物会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报名，同学，你帮他报名，帮他报名以后，其他细节我们跟你谈。没有，就是邀请他，或有一些他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啊。因为像刚刚那个故事就很好，父子之间你们自己也感动到的。对，因为学校有时候大家会同学会说啊，他功课不好，或者功课有时候跟不上啊。但其实他在学他专长的时候啊，背后那个故事给他的力量是超，有时候是真的是超越书本上或者成绩上面的数字。那再次感谢所有的同学啦，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谢谢同学们，我们下课了。